恭喜两位，这是在不到3000的差距哦，一个选择错误就输了。25万的智慧新币在18个信箱里面，只有加没有减，你们会选得很爽，加油！好，你领先的先决定，你要先打后打。我们是照顺序打，对，轮。啊，哇，这很难哎，一般大家都会先打，对不对？你忙你的。没事，那我要你先。哦，余珠清先打。OK， 准备。请助理，古龙水和清香水合着的香气比较快，挥发清香水，请揭晓。请选择，我选六楼之三。六楼之三，六楼之三，普通，普通，11500，15000，18个信箱用25万去除10000，平均14000。OK， 那我放弃。放弃，打力圈转移，范以飞准备，请助理。孕妇建议可以使用的精油是香茅还是绿薄荷？绿薄荷。绿薄荷，请揭晓。恭喜答对，请选择。7楼之5。好一点。13500，保留还是放弃？留吧，留吧。好，进入账。好，你们现在开始有点贫富的差距了。好，余珠清准备，请助理。迪士尼第一部动画长片的公主是睡美人还是白雪公主？睡美人。请揭晓。白雪公主是1937年，睡美人是1959年，哇，差很多呀，差了20几年呢。范影飞准备，请助理。灌篮高手当中，赤木刚宪的招式苍蝇拍是防守还是进攻的技能？防守。防守，请揭晓。对，我们对你是打火锅的意思。盖火锅。对，盖火锅嘛。来，请选择。好难选哦。不要讲那个丧气话。7楼之1。还有一次可以保留，对吧？普通。普通。11000。留是不留？嗯，那先不留。过。余珠清准备，请助理。吃青酱鸡肉还是白酱培根口味的意大利面热量比较高？白酱培根。请揭晓。你以为白酱是奶？我以为是对。青酱才高，它有松子，它有橄榄油，它一堆啊，那很高哎。范以飞准备，请助理。想吃绵密的芋头，应该要选在夏天还是冬天产出的？冬天。冬天，请揭晓。哎呦，哎呦，哦，夏天因为雨季啊，所以它芋头的碰到水太多，就淡了，口味差了。来，请选择。哎呀，8楼之4。8楼之4，还可以。哦，不错哎。就是你的这都是很尴尬的局。真的。13000要是不要？要的话，你拿下来变54000。54000的话，他几乎差3万，他也很难追。要不要往下打？那我要放弃。余珠清，最后一次。哦，我帮他冲两题。好，帮你冲两题。好，请助理。被称为半仙戏的是踩高跷还是秋千？秋千。请揭晓。哦，因为好像住在高空的神仙一样叫半仙。哦，是这意思。来，请选择。猜得好哎。8楼之6。你的运气也真不好。真的。10000，非要不可。非要不可了，对。记账，35000，现在差6000。范以飞准备，请助理。毕加索的故乡是巴塞隆纳还是维也纳？巴塞隆纳。啊？巴塞罗那有个毕卡索的博物馆，有哎，可是我没有去过。我去过。我们不是一起去的。欲盖弥彰，但我不知道啦。巴塞罗那，请揭晓。啊，因为你也去过。对。我选7楼之3。7楼之3。我还不错哎。哇哦！14000。好，我留。14000进账。
差两万。我们现在最后一题了，你得超过两万才逆转，而且你还非答对不可。对，而且最后一题了，好不好？好紧张。最后一题，请助理。请问欧美音乐剧的前身可追溯至轻松喜歌剧还是讽刺悲歌剧？讽刺悲歌剧。讽刺，请揭晓。哎呀，55,280元，恭喜获胜。来，戴颖飞可以得到什么奖品啊？好，那这个 Elby 的两个礼物，第一个是卡萨爱多达粉一样气泡水机组，不用插电或电池，只要按一下就可以自动的充气，操作安全简单，让你可以秒变调饮师。涡流最近的设计将气泡口感增加，花让气泡口感再升级，商业家用都很合适。另外还有敷衍流行级 SPA 双人型，黄金舒庆及飞进奇迹的顶级 SPA 体验，让你舒放身心灵，让你的肌肤细致滑顺，深层松放的温暖手触，可以卸除都会繁忙的生活压力。好的。知识就是财富，请努力增加你的智慧，累积你的财富筹码，打开金库的致富密码。别忘了，周一到周五每天晚9点就在《全民新攻略》，再见，拜拜。全新赛事带你一起长知识，用你的智慧解锁财富大楼，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，全新攻略快点来订阅。